大家学一下怎么使用，然后呢，如果是有来过的，也欢迎大家帮我教一下你身旁的朋友。记得前面要帮我捏一下，它才有空间。如果它如果是扁扁的，这样就没办法发出声音的哦。再麻烦大家一起学起来。再来，我们通过赛程练习。